这些其实一直延续以来，我都一直跟你们强调说，我单纯，我单纯在，怎么讲？为什么我们可以抽啊？那这种的有比较好吗？主要是因为你刚才有卷子。这些其实我单纯在讲角色啦，基本上。那因为你们知道挂机手游吗？那总是有个样子。一旦有资源副本吗？嗯哼。够送的呀。这个就是爬塔的。那好，这好友每日任务，我重点赶快给好了。你可以帮我按照稀有度吗？是哦，那这只应该是我目前最强的了吧？哎，他怎么升不上去啊？对，每只都要80是吗？这个，一只要80。那你可以全部照照。这到底怎么穿啊？这样子吗？那本节标题。就说一句把角色讲一讲啊，来使灵骑士，那使灵骑士呢？哇塞，诶，他有 skill 呢，啊，因为看不到他的人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头像啊，好，所以我们重点就是摆在标题的部分，不，技能啊，哈，你可以看到技能。有些很像是新进来的，因为之前没有印象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的。这个也很可爱，可是我记得我自己的东西已经讲完了。对啊。好帅哦！诶，我们有这么多次机会可以免费找到。哦，强制有人要玩一下怎样？好了。